血糖也不正常，血压也不正常，腰也不得劲。年轻时候啊，年轻时候苦力干多了不好啊。哦。年轻时候活少点干。哦。所以现在不愿意干活。也有可能这现在换季嘛，我也生病了，您再养伤一段时间吧。你那么年轻还生病啊？哦，对啊，我也生病了。就像你三十多岁是从来就没得过病。啊，对对，是那样。但我那是工作忙嘛。嗯。天天工作忙啊，也不知道什么病。哦。人呢、啊，真的。哎呀，人去了不都六十多。哦，大家，我是闪电灵感。今天刚上来的时候，我就见到了张大叔，然后跟他聊聊天，感觉挺好的。啊、他说最近身体不舒服，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关系。然后我也是因为换季的时候就，去年也是，这个春天到的时候特别，容易出一些小毛病。现在好多了。我希望他能健康吧，应该没事的。哇，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而且风很大。这种时候，一定得做好森林防火的准备啊！哇，风非常大，看到菜园了，看一下吧。然后我带了一些我收集的一些追肥的材料。我来了，麻雀们。呀，那边盖了一个房子啊。去看看麻雀的鸟食有没有吃。哎，没吃啊，这个好像没有吃啊，感觉是不是因为湿了？再给点吧。因为下雨了。要不这个撒在地上看看。进了雨水。好，先看看吧。那边是有麻雀的。平衡力不错呀，小家伙。我看那边好像有鸟巢啊，看看吧。啊，鸟巢，大巢呢？麻雀在那边安家了，那里有很多麻雀的。
到了夏天，它们经常会来我的菜地，来我的菜园，然后帮我抓虫子，然后我给它们吃的了。今年我想种点向日葵，回报它们。啊，这是草莓。虽然现在感觉都已经枯萎了，但是呢，它们还活着呢。天冷的话，它们还会继续生长的。草莓。哦，看一下这仓库，我也好想有仓库啊。哎，地上冒了大葱啊！大葱，哈哈，冒出来了。这边也冒了。然后看一下这藤蔓草，这边已经积水了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水池，可以蓄水啊。其实我还可以再挖点洞，挖点坑，这边也挖过，是故意这样的，可以让水积在这边，形成一个天然的水池。看地里有很多野菜，这个应该是挺立草，可以吃的。这么冷的天它也会出来，这也有。现在我要去打水了，然后回去的路上我会经过，然后采集一些野菜，回去就可以了。啊，走了。